房车之旅走世界，老胡带你观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我们现在来到 Oklahoma 州，我身后就 Oklahoma 州议会大厦。 Oklahoma 简写为 OK， 是美国原住民人口最多的一个州，1907年第46个加入联邦，州人口将近350万，面积18万平方公里。州府所在地 Oklahoma 市是本州最大的城市，市人口68万，面积160平方公里。这个州议会大厦前面有大片的停车场，免费停车，这是其中的一个。这就是 OK 州的钢印，这是一尊印第安人也是原住民的雕塑，这是西部牛仔雕塑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议会大厅，进入大厅需要安检。进来第一个雕塑就是原住民，OK 州最高法庭。众议院，这就是众议院。How many people of the 101？ 众议院有101个，才在地方上住。这是众议院的主议台，参议院，这就是参议院议长座位。从参议院的二楼看。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议会大厦。Oklahoma 州议会大厦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